好，那就等一下，一会儿见。耶、yeah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柏林动物园的水族馆。现在我们这边已经下午4点钟了，然后它还有2个小时要关门，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时间买票。现在要去水族馆里面逛了。好，那就跟我们走吧。现在要去喝奶茶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家 Mr. Box 打卡。我们刚才点了一杯红豆奶茶和一杯抹茶拿铁，然后现在在等。嗨，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大明酒家，现在是晚上的6:15，然后现在吃一些中餐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逛圣诞市场。这是我们的水煮鱼，看着很不错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是吃的差不多的红油豆腐干，真的超好吃，我们真的是2分钟吃的差不多米饭。然后这是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菜，就是
素炒的花椰菜。嘿，嗨，我们现在要去逛圣诞市场，好，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，出发。面包卷，我们点了香草味的，是吧，你们？好，我们到家。嗨，我们到家了。今天我们的行程非常的圆满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先逛了水族馆，然后中餐厅，中餐厅，然后去了圣诞市场。对，我们还有中间打卡奶茶店。对，但是要平心而论，我觉得这一家 Mixbox 奶茶我觉得没有 Combat Tea 好喝。嗯，对吧？对，接下来就要收拾一下，然后呢洗洗睡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